大家好，我叫杨丽，我今年27岁，然后来自河北，然后我单身，哦，谢谢你们对我的鼓励哈。单身没什么，就平时你觉得没什么，很自由，对吧？就是想干嘛干嘛，干嘛也没人管，然后死了也没人知道。但是，但是你最害怕的就是过年的时候，就是你一定会遇到那种逼婚的情况，你知道？就是我妈是那种很特别的逼婚方式，她会在回家以后突然吃着吃饭停下来开始打量我，然后看了一会儿以后突然过来拍拍我的头跟我说：“杨丽，你要相信你可以的。”我第一次觉得有的时候鼓励的话比脏话难听多了。